的谢贤、广东的甄子丹、广东的罗家英都没广东的他有影响力。谢贤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他，他就是谢霆锋的爸爸，人老心为老的一位老演员。不过起司生活特别的乱，在娱乐圈的口碑也不是太好。甄子丹一个靠实力一步步摸爬滚打出来的功夫巨星，其经典佳作特别的多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，与成龙、李连杰齐名娱乐圈不可多得的功夫巨星。罗家英提到这个人的名字，估计很多人不太了解，但如果提到大话西游里面的唐三藏、007里面的发明家，估计大家印象就会特别的深吧。实力派的演员吴宇森，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，中国香港导演、编剧、监制、演员，首位成功打入好莱坞主流市场的华语动作片导演。作为好莱坞 A 级导演，吴宇森不仅为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比起前三位他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了。